悟空，我要开动睡觉。哼。这是家里最后一个声控灯，不许再玩坏了。小朋友们，家用电器存在安全风险，记住不可以乱玩哦。自己养的狗跟着要宠下去，它犯错一定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教育方法的缺失，不能发火，不能动手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千万别生气。妈看能不能不要？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，有缘相逢何时了，相识一笑泯恩仇。你是越想越气，退步越想越快，我才吃不着爸爸就能吃不着面了。生气是人类正常的本能，但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是一种本事哦。